跟住请狮子山学会的徐慧珊小姐。多谢主席。主席，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应否拨地给贫穷人士做买卖。我们狮子山学会深深感受到左交对贫穷人士的关注，因为特首那头提醒香港市民社会上一切的问题都是源于土地不足，这头班左交就好像真的觉得那拨点土地出来就可以解决贫穷问题咯。各位，贫不是这样扶的，不要每次发现社会问题就想将你手边有的资源都扔过的时候可不可以解决，你想一下先好不好？改变土地用途给贫穷人士做买卖用，那位置牌照应该怎样分配呢？位置得这么多了，贫穷人士就有90多万人，即是最贫穷的100多个人才可以受惠啦。那我就算真的给你得到牌照都还是第一步而已，你还要最贫穷的100多个人自己拿本金回去买的买货回来买，一个不小心没人买有亏损，到时最贫穷的100多个人变身虚市苦主来怨政府，那政府赔不赔呢？如果日日破窗破入仲可能亏损收场，你估佢哋会唔会攞个牌，呢头攞咗个牌之后嗰手即刻租俾人哋，然后日日坐喺度硬硬脚等收租。而如果持牌人要放租，佢一定係租俾愿意出最多钱嘅人，即係价高者得啦。然后你成件事就会变成政府发牌俾几百个贫穷人士放租。既然最后都係价高者得，咁点解唔一开始将牌照公开拍卖，再将拍卖嘅所得嘅金钱一次性咁发俾所有嘅贫穷人士？如果咁样嘅话，就连原本未够惨啊，得唔到牌照嘅贫穷人士都能够受惠。仲有，左交如果真係想贫穷人士靠自己生活，第一件事要做唔係咩发展墟市，係要求政府立即废除强制退休年龄限制。陈伯今年65岁，佢唔识得做啲咩生意，但仲识得用双眼睇闭路电视，仲认得张生李太，仲可以跑赢住一楼嗰个净系买点数卡同杯面嗰时先出门口嗰20岁嘅小明啊！咁点解佢唔可以继续做看更，继续靠自己能力赚钱啊？点解政府要年龄歧视佢？65岁又点？唔通一个64岁11个月嗰时身体仲健康嘅人，一到65岁即刻眼盲耳聋，净系识每年坐喺度等过年收利时啊？如果政府系咁担心佢哋嘅身体安全，咁你要佢哋每年接受身体检查，测试佢哋能够继续应付工作咪得咯？你哋觉得65岁人士连睇闭路电视都唔得，但就认为佢哋有能力做生意，唔可笑咩？狮子山学会反对政府以扶贫为名发展墟市，要贫穷人士冒风险做生意，利诱他们违法外判来收租，仲要不是所有穷人都有份收。要发展墟市就好像年宵市场一样，定期公开拍卖一个暂时性的墟市牌照，还可以将拍卖所得的钱全部分给贫穷人士，这样才能够有效而直接地帮助到所有的贫穷人士。